好，另外来看平平安安的还有大甲妈祖绕境的第四签，昨天晚上是到了新港奉天宫了，千名的信众是一路的跟随挤爆了现场，甚至呢连庙门都差一点被挤掉，摇摇欲坠，吓坏了一堆人。而大甲妈祖绕境呢，不只是台湾民众争相摸，还有外国人也来参与一下。晚间九点，大甲妈祖一抵达新港奉天宫，所有信徒一涌而上，争相抢摸。不过上千名信徒全挤在庙前的小小广场，整夜人潮汹涌。不过就在这个时刻，人潮一泼泼，竟然差点都把门给挤掉了。错，一扇木门就这样摇摇欲坠，吓坏了大家。庙方赶紧用卡榫固定，才解除危机。我讲妈祖啊，妈祖保庇比较平安的啊，吓啊。当时有惊到未？未。啊，你看到的是安怎？是足侪人呢？足侪人的啊，较，门外较热闹啊。在千名信徒当中，还有外国人也来参与大甲妈祖绕境。新港不夜城妈祖绕境第四天，信众挤爆了庙门，也成了另一个插曲。郑顺宇、徐浩、任以芳、SNG 九嘉义采访报道。